看房子不需要辛苦的上网或者查报纸了，因为现在有业者推出了一样的软体，只要用手机透过卫星定位，周遭800公尺内的代售或者代租的房子都可以一览无遗，而且所有房子资讯都看得到。那这个方向的位置的按键就会在这边显示。透过手机的镜头，现在看房子就算不在家里上网看报纸，也能精准找到自己喜欢的物件。就有这样的免费软体结合 Google Maps， 让你走到哪看到哪。啊，这边也不错。看房子有时候是一个临时性的冲动，你来走到这附近，发现这地方生活环境机能好像还不错哦，然后想知道那到底这附近哪里有房子在卖，可是又觉得说那我一下就跑到中介分店去好像也怪了一点，那这时候手机拿出来按一下就可以知道目前有哪些房子正在卖。就是因为利用行动网络 WiFi 和 GPS， 只要在手机上按下几个按键，马上可以定位，而且几乎没有死角。另外喜欢房子的资料也一览无遗，房子的细部资讯都有，包括坪数啦、总价啦、里面的一个装潢上面也有一些照片的呈现，那甚至它里面的一个屋况的细节都有。这样的看屋软体，只要是在800公尺内的代售或代租的房子都可以找得到，再加上实地勘查，让买房和租房子又多了不一样的乐趣。